好，刚刚我的同事交给我一个时光宝盒，好，他有一个名字叫时光宝盒，啊，就是据说是到我的房间还是我家里拿出来的一些老东西这样，然后可能跟我的创作有关系吧。好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发现，噔噔噔，咋？我家那么乱，你们还可以找到这些东西啊？好了，怎么会想不做这种？这种贵老哥看起来是老哥没错啊，可是很新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很少打开它，我都忘了怎么会有这些老哥，跟新的一样。我与老哥珍藏版的，有爱你一万年啊，这句话最近很红，爱你一万年，对，没错。风从哪里来？风从哪里来？哇，这个是超级红。没啦，我爱你。很久欸，哎呦，这个歌根本就是新的，因为没有拆封过。他有国小那年的金曲，应该是那年的金曲奖的专辑。2011年欸，对啊，他有国小，应该是最早的那一张。这个很熟悉，因为最近才碰面的。嘎个耶，也是新的，你看封我都没有拆。但是因为最近有要做一个老的节奏，然后红大大，我都是暂时都叫红大大。但因为想要有更多的原住民的元素，我觉得原住民乐器在这个节奏里面应该是有机会创造些什么。以前的那些老歌基本上听不出来它是什么乐器，因为这边提供的大部分是敲击乐器啊，也有一些管乐，像鼻笛啊，什么魔笛，还有排笛。但是在以前的专辑里面，老歌里面好像比较听不出来。然后这次有特别去找嘎根，还有少多也要是拜访，然后希望可以从乐器的乐器开始，然后到一直到编曲。然后可以把嘎根的元素放进去，这样做捧哒哒，这个有开过，这里面有我的一首歌，这是那个母语原创的那时候的合集，我跟四川的一首歌，怎么会这样？爱给橘子，哇，对，爱给橘子歌在里面呢，天哪，对哦，我们明年的阿米星爷姐想用开花这个概念。在自己土地上长出自己花，呜呼！老照片，呜！第一张，最近他很红，哎呀，最近他常出现。去年金马奖最佳新人入围者有阿洛卡利廷巴吉拉。好了，怎么可以摆出这种九族文化村的动作？哦，那阵子那好像就是那一年。跟姐姐认识，革命情感，一起出国，还一起在台湾做了很多事情，去部落里面做很多事情，哇，那一样，这个就是那时候一起去加拿大跟原住民交流，2000年吗？这会是2000年吗？廖千玺成年那一年欸，我长这样，哇塞，快18年前，这是我跟哈鲁姑，我妹妹。如果怎么那时候那么胖？我那时候是带我妹妹，我们一起去跟图腾乐团，好像是一起去垦丁，然后如果好像来看我们的表演的样子，当我的小助理啦。嗨，猜这个我什么时候的样子？那是有发髻哦，我给你这么长头发。天啊，那时候留了郭富城的头发。哇，这个更小，最旁边的这里的我爸爸妈妈。然后一个是我比较大，抱的那应该是哈鲁姑，所以哈娜还没有出来。为什么这么小啊？这个是我跟哈鲁姑差4岁，所以我这个应该是4岁的时候。这是我跟我的小阿姨，我小阿姨比我小1岁，神奇哦，阿姨哦，妈妈。我生出来的时候，我外婆还在怀孕，很酷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外婆太猛了啊！这个是我嘞。你看，在部落里面有这么先进的婴儿车，为什么？好，这个就不要，这不好说啊。这是我大学的时候，我是这边的
然后那时候我们在那次在办什么迎新活动的时候，我们是干部，那时候应该我那时候应该大二吧，大二。哎呀，直到千禧耶，我们那年成年之后跳了勇士舞，然后你看那个黑网有没有？现在那个场地现在已经盖钢棚了，所以以前是太阳直接晒下来的，一定要加黑网啊，而且要加一个超大的黑网，大家都在黑网底下跳舞才不会晒太阳啊。那个东西都是我们年轻人在搭的，哇，裸照挡住我，哎，这是我小时候，靠自己也没有印象的，哇，这是我大学的时候。这个是返乡服务队，我们去部落里面做，就是田野调查，做自以为在部落里面有做什么帮助部落的事情，但是为什么大家头上戴一斗啊？而且我还要摆那个工作，哇哦，满桌睡，我妈妈带我去拍沙龙照，很不像我，我小时候长这样。好，哎，为什么会跳这道？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嘎刚老师送我的一支笛子。后来老师有都在阿米斯夜节又送我一支。那时候其实在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《月亮》，就是用这个录的。然后那时候小队老师一直要我说要练习来学这个乐器，哇，那几年前，你看2010年那么早哎。然后接触老师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那个乐器我都好陌生，因为我小时候都没看过，我阿公阿嬷也没有，我也没有看过他们有用的。小队老师有去翻日据时代的文献，然后再一个一个把它找回来。但大部分演奏的曲子，我觉得都是一些本来就我们都有在唱的，后来他们也有发展出一些创作的。那个时候的确有刺激到我，说想要用原住民的乐器、阿美族的乐器。只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乐器。在古老的时候，它的旋律应该要长什么样子，这蛮大的启发的。可是只有那一首歌就在那张专辑里面出现这么一次。我们最近有在研究一些老歌，然后是比这个还要更老的，这个还不够老，而且这个都比较像是国语的，比较没有原住民的成分。虽然里面有万沙拉，万沙拉是卑南族的老前辈。因为我觉得我们想要知道一些董大大的节奏，所以我特别去找一些老歌来听。然后后来也碰到一个很棒的朋友，哇，徐瑞凯 Eric， 这样从他那边又得到更多的资讯，然后也特地去他家根本就是个宝库，超多老唱片的，超多，不知道他怎么抽。他说他收集了快20年，那也因为这样子，我就对我最近在要做新专辑里面一个音乐风格，董大大里面想要从这些老歌里面去找，已经好久没有用这个节奏在写歌，在编曲，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脉络，想要从那些老歌里面找到。那我觉得董大大好像有机会。跟这些传统乐器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我特别去问小队老师，从去年吧，然后不断的去跟老师拜访，中间好几次拜访，然后也跟老师说明说我做彭大大这件事情，这个节奏风格这样，然后放在我的创作里面，希望它成为这张专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然后也希望除了用母语表现以外，还可以有乐器的表现，这是我自己期待的。今天的开箱文吗？开箱就这样结束了，这样。然后这今天也是第三章回家的最后一篇了啊，也很感谢大家都有准时收看，感谢你们耶。然后接下来就要。真的就要开始慢慢的去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、新专辑了。虽然最近还是很爆炸啊，因为最近可能不是我的新专辑的一大堆歌都跑出来了，可能大家都听过吧，奶粉的广告歌啊，
然后我连续剧的音的歌曲，然后还有最近还有什么啊，还有同志运动的歌曲，慢慢都有听到了，好听吗？好，但是重点是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作品里面去，回到自己的专辑里面去。然后很久没出专辑了，真的很希望大家给我多一点的鼓励跟支持，然后希望新专辑会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感动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